只要你放过他们，我心甘情愿，任凭你处置。我不明白，你这是何意？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，只求你能放过他们。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你要他们的命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明日就是继任大典了，劝你乖乖听话，别再玩什么花样。凌霄，明日的继任大典，我特意为你安排了一出好戏。我爹自刎的事情还一团重重，我要回到城主府查明真相。可是你自己一个人？放心，我自有良计，只需你来助我一臂之力。敢耍花招的下场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继任大典事关苍龙城的颜面，我怎会为了跟你较量，做出有损苍龙城的事？你是故意引人观看，招来非议吗？仪式正式开始，请城主、城主夫人祭拜老城主。凌霄何在？爹，我是婉儿，您是不是被奸人所害？现在全苍龙城的百姓都在，您可以将真相告知于天下。我曾犯下大错，只能自刎谢罪。天道轮回，这一切皆是我的报应。不可能！这凌霄，你杀伐果断，勤政爱民，乃不世之才。苍龙城城主之位，非你莫属。多谢老城主赏识，我凌霄定不负老城主伯乐之恩。是你，我还要多谢你，替我做我的城主。
火！火了！没想到你还费心为我准备了这场杰作。此事与我无关。站住！哥哥，你有姑娘小心。哥哥，哥哥，快走啊！中火了！火势越来越大，不能坐以待毙。逆风而行就不会被烧到。现在的方向是？现在的方向是东风。我爹说过，只要逆风而行，就不会被烧到。这里草木众多，极易燃烧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用走水之计逃出去。好，我来当你的眼睛。小心！快！救火！站住！快没事吧？如果又将你想起那年的心事和谁许，青丝如缕，眉目间沉溺，此生一记何时写成记，清风点不会被杀的，你别怕，来这边走。走水之计，我也逃不出来。是我要多谢你盗我的眼睛。为了庆祝咱们逃出来，我把我自己雕的兔子吊坠送你一只。我真想看看这只兔子是何模样。与其纠结口头感谢这种小事，不如用行动查清着火案才是上策。林哥哥，我特意为你调制了药，对愈合烫伤、去除疤痕有奇效。小伤。小伤也不可大意，万一留疤，我可要心疼的。晚。我知道你是感念当年的救助之恩，才将我留在身边。如今你已有夫人在侧，这些疗伤敷药之事，是我逾矩了。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明明是你走路如痴妹一般。哦，是谁
装神弄鬼在先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换掉我的人，将计就计，在祭人大典上演了一出好戏。刚才我已经查过了，四周都是爆炸的痕迹，明显是有人想置你于死地。难道不是你和我？我可不像你一样品行不端，树敌众多，咱俩并非一路人。可是你偏偏要对我这种人屈尊于贵，委身屈服。别打扰我查。别动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！